有的人是真糊涂，还有的人是装糊涂。有一个老公就很会装糊涂，他就跟他的媳妇说，啊，媳妇啊，晚上我晚点回家好吗？媳妇说，怎么啦？老公说，哎呀，晚上我有啊测试的任务。什么测试任务啊？今天晚上要测试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在大麦芽及水发酵的作用下对人体产生的作用。老婆说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具体点。哦，那就是一种最新研究高科技液体在人体肝脏、肾脏对抗反应程度的测试。说人话，呵呵，喝酒。